在我们家附近一定要吃这个，真的有机会我介绍给大家，拍给大家看。Oh my god， 你看这个超油、超肥、超好吃。Hello， 嗨哈嘿嘿哈，所以因为今天突然变得很冷很冷，所以我想说。我们就是去宜兰泡个温泉这样，而且我今天订的那个温泉饭店吗？还是旅店饭店？对，反正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有温泉的。我今天是用非常便宜，你们一定想不到的价格订到的，连香菇也不知道，哈哈。好啦，那我们继续出发 ，Go！ 没错，又下雨了。又龟仙人，耶！ Yeah, 我们到了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来的这里应该是温泉会馆，对，在礁溪的一间温泉会馆。然后现在我们待的这一栋是目前只有我们这一户啦，对，客厅、沙发，然后外面就是一个小小的庭院。然后养电视啊，然后餐桌，重点是它还有厨房哎，所以如果大家是一起来玩的话，还可以自己煮自己吃，还蛮不错的。上楼看我们的房间，对，然后这边还有个小空间，对，我们是这一间202，这里，这就是我们的房间。你哈屁！我在介绍哦， oh, 是这样。那个对，然后还有一个泡汤的，对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是香菇，你猜这里多少钱？1700。对，你真的是很扯，这种房间1700。我今天是平日，然后因为我是用一个订房网站，然后我这样子折扣下来，我这里。只要花500多块，是不是很扯？大家是不是很扯？小资女安博，就是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有一个订房网，就是你只要住满10个晚上，他会送你一个晚上啊。对，然后我刚好就是前阵子不是有去曼谷嘛，所以然后还有之前就是玩，然后我刚好有抽到10个晚上，所以我就想说今天趁很冷的时候就来宜兰泡个温泉，我就随心。就来订一下这样，然后结果这样折扣下来竟然只要500多块，是不是？大家是不是都要学我一下了？嗯回饭店吃刚刚买的炭烤，这样哦。香菇你裸体美食博主小嫂嫂，他这个应该是先炸豆皮、青椒、鸡皮，不是这很扯。Now somebody, anybody, everybody, scream! There's squirrels in my pants. Tell me what's making you jump like that. Yes, sir. 王美，王美不是在吗？好了，好，够了，够了。满足的表情，最好吃吗？嗯，
无法用言语形容，我们本来就不会形容。结果说只是想要喝个汤，结果都吃了四颗了。很好吃哎、欸。都把我的吃掉了。很棒。必吃。这听起来像骂脏话。必吃。必吃。没了。哦，被啃了。跑过来了，看到食物了。OK。哦哦哦哦哦。哦哦，冲过来了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好好。专业啃树，好可爱，好想吃哦。他是不是要来哈库拉玛塔塔一下？他会咬我吗？哦，可爱哦。嗯，他们是会咬，对，但是不会真的咬。哦，跟猫一样咬。哦，嗯嗯。你说他是女生吗？你的门牙，你的门牙，来吧，宝贝 ，Come on。果然公的比较喜欢我。对啊，像那边、哦、那边羊一直在看。哎呀，接吻呢、啊哎？你怎么被扯掉？你要蹲低一点啊！那你幼稚哎、欸，刚才生气了啦！他的舌头好好笑啊！来吃下午茶。讲讲，嗯，太棒了，爆浆，好吃吗？好，超好吃，是不是你朝思暮想的？难得会来，也难得会上网买，真的哦，嗯、一口塞，啊呜，干嘛？满满。这个是最好吃的，真的吗？这个就跟平常的草莓吐司一样，是啊、哦，这个不好吃，所以目前吃起来这个是最棒。好，跟你说，你刚你要几个？你买到六个，是多好吃？满载而归的男人。我上次吃是前年，所以我现在在。瞧他开心的呢。记得蓝莓哦。